在一开始，我先来跟大家这个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Sammy 哦，那是因为呢比较不懂台湾政治，那我自己觉得，在我出生的这个年代呢，好像都觉得我们是民主的富二代哦，没有这么辛苦，没有这么的这个难哦。可是林隆中林医师强力的推荐我们三位呢民族英雄一定要来跟我们分享当初的情况。在活动一开始，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董事长？上台来跟我们先讲几句话，有请我们的董事长田一宏国策顾问，有请。我们会馆的执行长林荣松国策顾问，我也在此恭喜我们林荣松国策顾问哦，在我们侨社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一次。我们的赖总统聘任我们执行长成为国策顾问，真的是可喜可贺，实至名归，向你恭喜。我们三位主讲人，洪茂哲先生、江兆宇先生、杨天先生，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女士先生，我们的同胞们，大家午安。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在我们会馆举行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我还记得我1976年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这三位我们的民主斗士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那时候我就非常仰慕三位对我们的社区还有对我们台湾做的贡献。我们大部分人除了少数的几位年轻人，我们经过危险时代，不像现在我们森林讲的，他好像觉得说民主来得太简单，他一出生就已经是民主的社会，可是事实不是这样。我们是经过了多少的奋斗，多少的辛酸，多少的流血，才能够到了我们今天政党轮替，到了今天我们能够说我们自由民主。这是我本人对三位都非常的敬佩，因为我们对三位的故事我都知道，可是我们今天一定是要把我们三位的奋斗让我们的第二代，让我们的第三代知道说，我们从威权时代能够到今天，能够到今天看到今天的台湾，并不是说像森林讲的哦，好像自然。我看到我们的前董事长 Paul 也是觉得说，哎，台湾就是这么自由啊，台湾就是这么民主啊，不是的。所以今天我想能够得到我们三位前辈给我们的见证，这将是我们的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所以我也很期待我们能够真正的也替我们这三位主讲者献上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董事长哦。那我们这次的筹备从第一天到现在能够呈现，也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林医师哦，我们新的国策顾问董嘉丽干坤。来，美丽的主持人，谢谢。今天是我们会馆第三场的祈祷讲座。祈祷讲座为什么叫做祈祷？祈祷是你若无够聚会。你都没资格说是祈祷。今天找了三个加起来，再扣几岁就300岁、所以当祈祷绝对有资格。不只是这样子，我请教在座的各位，你们会认为台湾在这么短的时间有办法三次政党轮替，而且很和平的交接下来？这是奇迹，奇迹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如果不是有一挂敢拍头前前方，伊无惊的医生去拍拼，无可能今仔日的。所以今仔日这三位，拢是迄阵有的人唔敢站出来，伊惊伊在海外台湾人。一头前，伊等于台湾行业台湾的
政治宣传做伙拍。等下，一个一个起来演讲，你啊看因的主力，你就知影。迄阵的贡献，你真正不可想象。啊，所以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啊，请三个拢是日本时代的人。因出生的时阵，出生证明上日本之下，拢是日本时代出生。安尼，安算盖祖亲妈啦吼。啊，所以啊，今仔日按照照这个顺序，啊，我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就是一个人用一个宝贵的相啊，今仔日无来看，就是失去这个，就是错过这个这么好的机会，真的叫做众人得利之相。诶，一个记录，因为准备一挂相，互你了解一下，伊迄阵是安怎拍片，一个人差不多十五分钟，甲一分钟先讲伊个故事，我要讲啥拢无要紧。了，我讲三年才来问含政治，关键是要讲政治个，伊选举个，你看像这顶款啥，一党独大咧拍后盾，国民党是全世界上有钱，毋是钱尔，伊是全。世界组织上严密的，迄阵台湾所有的民众服务社是啥物人的？国民党开的，大家拢唔知道。救国团啥物人开的？国民党开的。所以迄阵你这个架构真正拍袂倒，但是你看今仔日，规个拢会当三面政党问题，真正足无简单的吼。啊，当然啊，较辛苦就是安。看起阿嘛足幸运啦，会当看到这个历史安尼足宝贵。我想，因这三个这个奋斗的历史，大概别个重演啦，因为迄种时代已经无共啊，即马拢政党迄阵是，因去拼集权的，会根本掠去的，用掠去关的啦。哦，我印象我足深的啦，迄阵海外要选赢的，真正的足有力，才会到。但是人是国民党选的，伊真个全部拢好判的。我的高雄市迄个什么人？高雄市一个医生，嘛是不能国台到尾选到高雄市的市长，做袂了，都国去啊，都讲贪污。我去家人嘛一个当官，哦，即个当官即即嘛头脑较老啊，记较袂掉啊，伊嘛是。高平都足有啊！哦，尤其我有看高平一个，尤其我们是医生的，各不得代表。所以你看，迄阵因三个才先摆出来拍拼，迄无就爱外带决心叫我投资。哦，我想卖，我们不用讲那么多，那我们就是从就开始了哈、哦。今天主角。哎，我们是不是先从这个最长辈的，按照年纪来分了哈？好的，因为我们今天呢有这个台中县的，然后当然也有彰化的，还有高雄的哦。那我们首先有请呢，就是今年刚才说年轻是不是90岁？90岁，南山的罗总高照。对对对，来有请我们的这个杨家游先来上台来帮我们讲讲，先来介绍一下他自己当初的背景故事好不好？我看过他的 bio 哦，他以前是读台湾政治大学，后来又到日本去念硕士，学的也都是跟法律有关，然后博士也念了很多，结果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美国，一开始是做生意哦，家里的 hotel 开的非常大间。可是是什么让他放下在美国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这么棒的一个生意，居然愿意回去？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个国道代表，我们的杨先生上台来，先跟我们讲讲他的背景好吗？我们掌声欢迎，谢谢。谢谢导演哦，谢谢你讲遐真个，伊做足侪工作，画画伊也参与，伊也做过平面的教授，伊本身。诶，私人秘书，伊也参过媒体，伊当会当做含民主进步帮忙的，伊拢起来做，真无简单。等下听来听伊的故事，还是啥货拢要叫啦，还是做些咱上高面。好，我第一讲啦，较袂好，较无好吼。啊，不过看咱会使 Q&A， 那是大家要想要发问问题，咱会使来做互动哦。啊，今天是不是大家这个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问嘛？是不是？可以啊，他十到十五分钟先讲。好，来请。田董事长，我
这个巴基斯坦的军人，我首先要来感谢这个天堂，伊对咱台湾人社团拢非常关心，时常付出真多的时间、金钱来支持，伫咱南加州台南的运动。同时，我来感谢这个林隆松医师吼，伊非常热心，为着台湾会馆付出足多的时间、精神，来咧办各种的活动，建设台湾人社团的活动，和台南一块伫遮进行团结合作。今日虽然人真少，但是我相信，今天你办了这个消息，这个影片会传传南加州，予大家知影讲，咱台南伫遮做啥物代志。新鲜啊！这张相，这位是杨调嘉先生，大家不听有人也知，杨调嘉先生，真侪人唔知，真侪人唔知。伊是吴国桢时代，吴国桢最先进的时代，伊当年。这个民进兄弟，民进兄弟是我的职工，我就叫职工哦。啊，这边是我的阿公，这边是我的阿公。因日本时代做台湾文化协会活动有真大的合作，所以我受到因两个影响，受到因两位的影响。来到来美国了，继续为着咱台咧出动去军队的军队来活动。啊，这个服装是日本时代，这个服装是日本时代国校老师的服装，所以因个学校用这个服装。啊，杨调嘉先生，伊。吴国桢做民进的最省长，伊做民进兄长，所以开始推动台湾的自治运动，发表台湾县县市长选举公布，就是伊开始。台湾才有这个县市长的选举，所以我今日特别提出这张相，予大家做参考了解。好，过来嘛。这张牌出来，这个相是组织我伫台湾服做国台代表时。有去台湾的马街病院去检查这个 DNA 的检查费，因为我的报告就是讲，我的母系系统，我的母系系统是多子，所以咱台南，咱大家咧讲，含这个原住民有血统的交流。所以，我有正式林玛丽医师的检查，证明我是高山族的祖籍。所以我伫台湾特别去，因祖籍是即卖阿里山，真侪祖籍伫遐，所以我特别去访问因，去找因，了解
参与沟通，所以建立这个亲情的关系。所以这张是我去阿里山红文林的组织的一个社，这个社团的一个负责人。这张相是咱台南第一届去国会，去国会。1971年，大家看到这条线吼，牵一条沃，咱台南变动上大一个，上影响台湾上大一个相片。这张相片就是 Nixon 去访问中国大陆这张相片。1971年以后，台湾。发生真重大的代志，中美建交，都在台湾退出联合国，所以这张相大家应该来关心这张相，会在台湾的前途。同时，今年1971年，我为日本，来台湾，来美国。移民来美国，所以1971年开始，我伫遮参台南最台南的运动。迄阵发生美丽岛事件，柯信良先生来我伫美国，来美国的南加州，所以真侪朋友南加州像柯碧荣。陈昭仪，陈昭仁，十外个朋友拢为着支持柯信良伫这美国活动，所以咱阮参这朋友有十通个，大家又叫做南加州帮，大家毋知不听着，听不听着人也是，南加州帮，就是讲。在南加州推动台湾人民主运动的一个小团体，哦，这南加州帮，即马阮逐个月也有那定做伙聚会、开讲、日本，所以这张子，同时迄阵蔡东荣先生也那定定来南加州参阮开讲，来讲台的前途。啊！伊带领带阮，同时有即个王桂英先生，啊，即个苏拉，就是苏拉，啊，陈东山皮先生，伊拢伫南加州活动，第一届台南去到美国国会，一个纪真正有纪念。相片。这张就是我决定要回来台湾参加竞选，在1989年吼，阮老母过身，啊，迄阵民进党已经成立，啊，黄信介先生伊当对这个当主席，所以伊带一群人去阮家吊唁，所以当时因为伊了解我伫。海外参台南做诚济运动，所以伊邀请我
在非常重要的这个馆长的人员，要馆长的选举时，伊邀请我，叫我伫当来当去大众馆参选。我的性格是无适合做政治活动，但是伊无这个先下手为强啦，伊无将我提来发表，所以我不得不当去参选。啊，我参选的是南加州帮对我真大的帮忙，做文宣，做各种的宣传。伊拢真济帮忙，因我一定有机会登去参大众文山区。啊，即我今日特别带来，我迄阵的一个故，选举的开足侪钱，所以我迄阵临时讲要登去选举的时，我甲高西面先生、高西面先生借钱，借四十万，所以我四十万美金，四十万登去开选举，所以。用我的厝，我的厝本来讲，本来五个月先生讲，我有一间厝伫这个合法边啊，讲伊要加买厝，啊，我用一间厝做担保，加五十万借四十万，我等去这个运动选举运动的费用，但是。高西人真慷慨啦，无利息啦，但是分期付款我转来了，继续要做我的事业是分期付款，有四十万拢在付清，吼、哦，所以我伫遮高西人先生已经个性吼、哦，我嘛这样吼，慢慢干，慢慢干了。嗯哎，你哋其实现场买啥物事跟住咧，特别豪宅啊！有啊，伊无讲，阮家己搁开三十万啦。哈哈哈！哈哈！迄少，迄五十万少。哦，这个是国大代表，1991年国大代表。这个是国大代表。诶，选举的期间，因为这个做双管长。伫大中关非常困难，我独选，但是过两年，我参加国大代表的选举。大中，阮迄区五个人出，国民党四个人，啊，我一民进党推荐我家己一个，所以五个人选举，我伫迄区最高票，高票当选。同时，迄年我的票数是民进党人的相关，所以我不直接报告我，我确实为了台湾的民主运动，真正拍拼努力。来，再来发表。要参加竞选时，杨俊朗先生特别
台选举办一场民进党执政说明会，政党要执政非常重要，所以咱今仔日遮每一个人为着民进党执政拍拼，真正拍拼，尤其是这个田董啊林医师吼，伊这个选举的时阵吼，伊对民进党执政，伊付出真多的时间、金钱来带领南加州培养台湾的选举运动，所以台湾的政府特别的感谢伊这两位吼，可以即个罗清德做总统时特别邀请，感激伊来聘请伊做国政顾问，这是真正应该做的。伊伫度参与，因这个规律伫度参与，确实为着台湾的社会，为着台湾的这付出真大的力量，真大的力量。啊，中有一张相吼，有一张相是郑南榕，迄郑南榕伊有着这个言论的自由，一张自我个性，所以迄个迄种执政做这个的时阵，这个说明会特别用意上，而且参大家这个用心建议，和大家少年的感谢伊，是真正对有意义的一个。这是建选活动的时候，第一重要就是设立竞选总部。竞选总部的一个报名，过来。这个上就是我当选这个国台代表时，参陈忠公先生、蒋介石、陈忠公先生，啊，这高凌上、高凌上先生，因是因为做国台，所以这三位当虽然。但是对我讲起，对我影响有真大，真正。他们讲特别聘请我做教务中央党部、民进党中央党部教务部主任，迄阵来命令我做来南加州设立南加州党部，美西党部，这是我来授权成立美西党部的一个活动造成。同时，伫美东原来设立美东总部，所以我假使讲我对民进党讲的这项，就是讲设立海外总部，我有用这时间来筹备，来予伊签约，所以这是我感觉讲可以当做一个骄傲的地方。相片，谢谢哇，真的是非常辛苦。我们再一次给我们的这个国大代表杨嘉佑一个热烈的掌声哦！哇，真的
谢。